看看新闻网。中文版音乐剧《猫》将在今年八月登陆了内地，而从今天起呢，娱乐新天地也将开辟一个全新的板块，就是 Cat Time， 每周三次将为您带来猫的最新消息。那么今天呢，我们将首先推出的是 Ranking Cats 排行榜，谁将在这个榜单当中拔得头筹呢？让我们一起走进由北京现代特别呈现的 Cat Time。个个都有着无法抗拒的魅力，在这里谁最有人气呢？现在地球上最性感的猫是摇滚猫，帅气的外表加上领袖的风范，唱功舞蹈一个都不差的摇滚猫，有向摇滚猫发起挑战的明星，想知道吗？那就现在关注 SMG Rocking Cats 猫眼看星锁定频道。 Cats 中公认的兼具帅气外表和完美身材的人气巨星，非摇滚猫莫属。在中国演艺界，能媲美摇滚猫的性感和魅力，能冠以最佳名号的男演员又有哪些？那就是我。久等了，一直都是我。究竟谁能登上这张中国最佳男演员的光荣名单？ Ranking Cats 马上为你揭晓榜单。温柔的魅力演员 Ranking Cats 中国最佳男演员榜单第五位，梁朝伟。我只有一个梦想，也是大家共同的梦想，就是我们要团结，上下一心，没有人能扯得断。在电影《赤壁》中变身为东吴第一名将周瑜的梁朝伟，在影片中将男性的阳刚之美展露无遗，低沉而充满男人味的嗓音也让他在与摇滚猫的对决中占据着绝对优势。高音甜，中音准，低音沉，总之一话就是通透。兼具帅气外貌和优秀演技的巨星梁朝伟深受男女老少的喜爱，因此也被提名为本期 Ranking Cats 榜单的第五位。最近在中国演艺界突然受到热捧的新生代男演员黄宗泽荣登本次榜单的第四位。模特出身的黄宗泽拥有1.80米的完美身材，修长的个子加上雕刻般的面庞。汪 Sir， 烈哥被人谋杀，你不去查，我选。有时是迸发出强硬魅力的硬汉，有时是发出母性光辉的纯真男，有时又是浪漫多情迷倒众多女性粉丝。对于女友胡杏儿，黄宗泽不但携手亮相各大活动，更暗示早已送钻石戒指求婚，计划3年后结婚。对于爱情的坚定更是让旁人羡慕不已，反复的变换着，散发着不同魅力的他提名为 Ranking Cats 的第四位。可以被称为中国第一代偶像明星的谢霆锋荣登 Ranking Cats 的第三位。都是因为你，是你让我不再相信世界上的任何人，连我自己在内。你毁了我当一个好人的机会。干净利落的帅气外貌，下个人无疑继承了作为电影演员的父亲谢贤的全部优点。 This is my order。要走也要擦干眼泪，别问爱过多少人，在一起的人，请问爱你有几分。舞蹈、唱歌、演戏，谢霆锋在不同的领域都散发出无穷的魅力。我会永远记得我跟你吃提拉米苏的味道，一种只属于我和你的味道。近日在参加完小儿子 Lucas 学校的家长日后，谢霆锋和张柏芝被拍到分手后的全家福。尽管枫芝已经离异，但谢霆锋成熟男人的魅力形象着实吸引了不少眼球，具有爆发力的嗓音和摇滚猫相比也毫不逊色。你说
在中国拥有无数为他痴狂的歌迷，撼动这个时代的魅力男子谢霆锋在 Wrecking Cats 的榜单上被提名为第三位。中国演艺界的天皇巨星 Wrecking Cats 第二名刘德华。我的命运在自己手中。热血男儿，肝胆相照，武林至尊，三角地，无间道，刘德华的电影角色都彰显出浓烈的男性魅力。你问我爱你有多深，发表过100余张专辑的实力唱将，演唱实力超群，这样的男人怎么能够让人不爱呢？你摧毁大殿，满朝文武百官都会死在你手上，你杀的人只会被妖后。表演时表演，演唱时演唱，完全是没有什么不会的。他是这个时代最棒的魅力男。最近华仔更是传喜事，20多年甘做刘德华背后女人的朱丽倩顺利产下女儿，她也升级当爹。年过50的刘德华产女成为媒体备受瞩目的对象，刘德华在 Wrecking Cats 中荣登第二位。他正赶来，我是他的好朋友，这个东西麻烦你交给他。是的，输了，你帅气的像雕刻般的外貌和如日中天的人气全部都输给你了。 Wrecking Cats 充满荣耀的第一名，最具魅力的中国男演员吴彦祖，1.85米的修长身材加上耀眼的外貌以及让人因戏那个深刻的实力派演技。吴彦祖从11岁开始就自学功夫，大学时期在武术社团和电影社团中培养出深厚的演技内功。Action. 为自己喜欢的人付出是很自然的事。万分努力的吴彦祖用实力派的演技得到了最高人气的认证。嘘，别为了这点钱吵架，钱不重要。阿叔，下次再失手就没得玩。近日由吴彦祖主演的电影《王的盛宴》即将上映，同样是楚汉争霸的故事，相比《鸿门宴》中勇猛彪悍的冯绍峰，有人戏称吴彦祖版的项羽有点高手术的味道。有着摇滚猫般魅力的演员吴彦祖荣获 Wrecking Cats 中国最佳男演员榜单第一名， Wrecking Cats 中国最佳男演员第五名温柔魅力梁朝伟，第四名变幻莫测黄宗泽，第三名万人迷谢霆锋，第二名天皇巨星刘德华，第一名魅力型男吴彦祖。本期 Wrecking Cats 猫眼看星共评选出5位中国最佳男演员，下期节目中我们将评选出最适合音乐剧的男艺人 Top 5，下期见。